也许你不曾想到，你早上醒来先刷会手机，提供各类信息的手机软件开发商们属于服务业。出门上班，在早高峰中的一次堵车，可能跟服务业有直接的关系。早餐店买个早餐，餐饮业就属于服务业，支付所关联的金融业务也属于服务业。而且教育、房价、城市发展等等，都与服务业有直接的关系。服务业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服务业的成色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时，服务业也跟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据统计，202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3亿5868万人，占全国就业总数的48%。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呈现稳步扩张的良好态势，逐步擎起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支撑和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近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张，结构不断优化，新动能亮点纷呈，幸福产业普惠民生，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那么，在吉林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如何呢？老师，其实我了解到服务业它包含很多方面，比如说旅游啊，包括这个铁路运输，这些都属于服务业。那我们这次学习应该走进什么样的领域，老师？这个服务业呀，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那么服务业呢，既包括生活性服务业，也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既包括传统服务业，也包括现代服务业。那么现在这个服务业啊，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并且呢，它也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发展的动力。现在在我们国家国民经济发展当中，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它的地位、它的贡献也越来越突出。吉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当中，服务业的占比也高达52.3%。所以，服务业现在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的增长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源。那么，我希望你们重点的去关注这些现代服务业。我建议您走进这个净月数字产业园，因为那里产生了很多现代服务业的一些隐形冠军，啊，一些专精特新的一些中小企业在那里诞生。你看看他们的整个的创业发展的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好的，谢谢老师。作为一名本科学习音乐专业的记者，在我以往的工作中，我曾采访过长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也采访过动漫行业的创业者，我也有幸遇见白天科研、晚上在酒吧驻唱的音乐人。我喜欢他们的艺术作品，也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好奇。可这次探访，我将走进的是服务业、数字经济领域，这打破了我的舒适圈。不过，听了郝老师的建议，我对这次探访有了一个初步的学习方向。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园是一个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园区。这个园区目前已有华为、京东、网易等20多家数字龙头企业和服务机构签约入驻和落位运营，在吉林省数字产业领域它占有一席之地。在园区的宣传片中，一家从事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本土高新技术企业吸引了我。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视频结构化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有这个门禁管理系统，还有这个考勤系统，包括我们进出人员登记系统，因为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在视频结构化里面一个人脸识别的应用技术。那我可以就是理解为咱们是一家做人脸识别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吗？人脸识别只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应用，一个小部分吧。当我来到一起科技时，科技创新的味道扑面而来。一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玉峰说，这套门禁使用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无感人脸识别监管系统。说起他们的创业故事，
要从王玉峰从北京回到长春时讲起。正式回来是2017年。一直都是在这个行业吗？对，一直在这样计算机这个行业。为什么要选择回到长春呢？我觉得当时回长春的原因就是第一想创业了。我们当年我记得2017年是我38岁，马上面临那个40岁的问题，说人生要重新选择一下。当时38岁，我就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创业了，做做自己事。先有了创业的想法啊。那个正好赶上那个机会，我们省里市里正在北京那个招商引资，针对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机场会谈活动。我参加完之后，当时就感觉特别好。王玉峰是一位长春人，2002年大学毕业后的。比较典型的，我们在视频觉化领域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行为识别啊，行为识别，对，它比较复杂哈。从技术端来讲，它有人脸识别，有行为识别，还包括物体识别，有偷盗，像这个典型就是在超市里面或者商场里进行偷盗的，所以我们进行了那个打码处理。像这种状态下呢，就是你的行为触发了一些法律，有些问题。我们也可以识别出来。智慧商超综合降损系统通过视频识别技术监测漏扫、购物车遗留等不规范行为后，可将信息及时反馈给商家。过了一下这个扫码器，根本就没扫哈。那怎么能分辨呢？就是他是结账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就是我扫码的这个动作，然后但是没扫上是吗？就这种损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降低它？因为超市这个行业是薄利多销的一个行业，它利润率并不高，所以它损失每件商品。还有那个几个国内大型超市，我们都在准备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应用，像在加油站期间那个范围内打电话，工厂里面戴没戴安全帽？我不需要工人专门有个工长或者是有什么去监督了，摄像头已经看到了，你这是合规的。如果他要是没戴安全帽，你看这个就没穿防火裤，这是在特种作业的时候没穿防火裤，他着装不合规，这个是合规的。还有我们再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在农业，智慧农业领域了，这是。对，在农业里面的一些应用。看到眼前一个个研发成果的落地，让我感受到一起科技发展速度之快。可回首创业之初，王玉峰感慨万千，当时虽然在外企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要做出实实在在的数字产品，也要经历漫长艰苦的过程。而当一起科技逐渐将自主研发的技术转化成产品时，问题也来了，有技术却没市场。2016年我们在创业之初，在谈这个设计公司设计的时候，就有一点，我们说人工智能好多人都不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然后我们说到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有什么用？就是市场是一个问题，当时是吗？非常大的问题，往往我们都会，费了很大的劲去做出一个产品来，给到用户才是，我只能让他试用。那这个阶段其实是挺烧钱的吧？尤其是咱们这个行业当时。烧钱、烧脑、烧精力，什么都烧哈。那试用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投入。因为我是没有回报的，我们在过程中还得不断去调优，
不断的迭代我们自己的产品和技术，而且你也不知道哪个行业是刚需，是强需，会能发展成一个大的市场，都在摸索。王玉峰敏锐地捕捉到公安系统对安防监管的需求，不断思考和研究技术关键点和攻克方向，先进的智能识别技术最终得到了政府的赏识和支持。在他们的牵线搭桥下，一起科技与公安系统展开了合作。在不增加警力配置的情况下，借助于人脸识别技术提高案件侦破效率，这是公安部门的诉求。而正因为公安系统是一个对供应商要求非常高的行业，拿下这个项目，一起科技的研发人员写了十几页的方案，数十次的调优产品功能，最终他们做到了。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是把产品好产品交付了。那是很大一个订单了，当时。对，那是全国第一个省厅级招标的项目，所以那个项目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人脸识别最高的等级使用要求就是警用，因为警用它不能抓错人，特别严肃的一点，很严肃我们这件事，因为你要识别错了它可能就抓错人了。这我们叫那个人脸研判平台，我们技术牛就牛在这儿，这种虚拟照片我们可以用，这是在视频里截出来的，我们基本判断这个人以那种视频里面的不清晰照片，因为好多摄像头并不是高清的，什么光线啊还有距离的这些影响因素很包括它的分辨率啊什么的都有哈。所以这种照片我们拿来之后可以去搜索，我们就把它比对出来，这就是我们的那算法的那个精准度高。这次合作让王玉峰和团队赚到了第一桶金，他迅速意识到要想在市场立足就必须要研究市场的需求。王玉峰告诉我，研发是一项系统性创造性的工作，是把用户需求转化成具体技术服务的过程，而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想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就要拥有更大更专业的科研团队。所以自创业之初，王一峰就十分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高层次研发人员的培养。最早的是五个人，2018年就20-30人了。现在咱们大概得有多少人了？现在130人左右，而且那个我们从支出到现在为止一直保持的公司2/3以上的人都是搞科研的，所以说我们研发这个活力还是挺强的，是不是？这是我觉得未来我们走下去的核心的动力。就是如今的一起科技研发出智慧商超综合防损平台、智慧应急安监管理平台、慧眼人脸识别综合比对应用平台，他们紧紧围绕视频结构化、工业视觉化、数字行业解决方案三个方向展开专攻，目前已获得50项专利援助，企业先后荣获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科技小巨人、吉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殊荣。王玉峰欣慰地说，在这里他们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研发成果诞生。工业视觉，对，工业视觉是这是汽车的那个零件了哈，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检测是吧？有没有缺水？有没有凹凸？有没有多肉什么的？这所有的这些要求都需要检测。而且汽车行业是制造业里面的高端制造，这个对咱们技术要求会更高了，是吧？对，是的，嗯，我们要把它研究明白了，我降维可以做所有东西的检测。王玉峰的话让我感受到，他和我以往采访的人物有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在坚持和追求着一件事，而他们所要的结果却不同。文艺事业工作者追求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带给人们一种精神食粮，而王玉峰所坚信的是用科技改变生活。回看公司发展，王玉峰说，企业的成长就像人的成长一样，从孩童到成人，逐渐适应生活环境，也要在环境中汲取营养，然后自己再向环境创造价值。在净月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区，这样的成长过程是很多企业都经历过的。告别了一起科技，我们来到了一起非科技公司，名字相似，他们所研发的产品却截然不同。一起飞是一家从事无人机销售与研发的企业。午休时分，当我走进这家公司，创始人胡松还在忙活着。对，落地落下来。他正在和公司的技术人员对一款无人机进行调试升级。像这款飞机，它就是属于一个
四轴八旋翼的一个中大型的一个无人机，载容量大概有10公斤。这个看起来就比一般拍摄用的那种就大很多。对对，它是相当于做一个特种作战用的这样的一个飞机。咱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就用这款飞机去给一些疫情的重灾区，当这个医护人员不能进到里边的时候呢，我们用它给这个受灾人群给他送救援物资。公司创始人胡松身穿黑色团队服，有一种自信笃定的气质。我跟他见面的这个地方是用于他们日常研发和维修的工作间，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零件。他的创业故事就是从这一个个小小的零件开始的。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鼓动这些电器啊设备啊，然后喜欢把它拆了又装，装了又拆了。到长大之后呢，就觉得这些东西更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了，通过自己的这个动手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完美或者是一个功能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从这些小零件开始的。您一开始怎么想到说做这个行业的呢？我们几个这个合伙人呢，其实都是80后，当时无人机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事物吧，对这种事物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最开始也是从拍照去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的。一开始是喜欢航拍？对，一开始喜欢航拍。那是啥时候的事啊？大概是2012-2013年左右吧，就是刚开始有这种无人机的这个新兴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合伙人其实是我们这个叫高中同学，我们分散在各地，但是我们都在汇聚到长春在这工作。由于共同的爱好吧，然后聊应该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如果能变成一份职业或者工作那就更好了。那个时候主要的业务是什么呀？我们最开始的业务呢是在培训方面，想去教别人怎么去飞这个无人机。因为那个时候会的人也不多。对，我们还可以做整个无人机销售的一个代理啊，是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联系。他们所学专业都与无人机毫不相关，但凭借着对新兴行业的向往，对科技的热情和年轻人独有的干劲儿，就这样一群不安于现状的老男孩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办公室中创办起吉林一起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创业之路看似是一个把爱好变成事业的美好故事，实则背后却充满着艰难。我们当时有一个合伙人，他在吉林农业大学，当时呢是跟学校去做了一个申请，在吉林农业大学当中的一个寝室给我们用作这个我们创业的第一个这个办公室。我们把4张寝室这个床抬出去，然后放了简单的2个铁柜子，然后放了2个办公桌，就变成了我们创业初期的一个这个办公室。当时那个条件真是非常艰苦。胡松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创业梦，可真正开始遇到问题时，不少人的创业之路还未起步就打起了退堂鼓。如何吸引流量？用户群体定位、变现模式是什么？第一次创业，对于胡松他们而言，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去这个挖掘，或者是去拜访的，也没卖几台。当时，在这种情况下，胡松他们被吉林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关注到，学校不仅根据团队创业阶段的实际情况为他们出谋划策，还及时为团队成员补课，邀请无人机相关专家面对面授课，使团队成员的市场视角和商业视角得以开阔。胡松他们逐渐对创业有了坚定的信念，终于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发展到今天，一起飞科技已经转型成为一家集代理、销售和研发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2021年是一起飞忙碌且充实的一年，他们不仅接到了很多大的订单，研发也不断取得新突破。关键时期，他们选择落户净月数字产业园区。其实，在这个孵化器，它也给了我们很多这个优惠政策，而且现在这个房租呢，它就是
这个免费的。现在这一层呢，大概是1800平啊，完全都是由我们公司独立去运营和使用的。同时呢，它会给我们对接很多这个资源，我们有财务方面的这个需求，不懂的地方，他们也可以帮我们请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做解答。在人员录用方面呢，也会有一些优惠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应届大学生过来，在这儿去吸纳到我们公司呢，也会给一些补贴。我们公司呢也是其实得到了政府的一些这个支持或者是一些鼓励。您像今年的这个2022年的这个无人机飞行表演，那就是我们公司承办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其实能够承接这样的工作，或者是能够承担这样的业务呢，也算是政府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和帮助，同时他也比较信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胜任这份这个工作。2022年8月24号这天晚上，在长春的夜空中，2022架无人机点亮了夜空。而这一场精彩无比的光影盛宴活动，就是由胡松他们发起的。看到漫天的星星点点，好似飞舞的流星，我感受到这些富有理性思维的研发青年心中，也有着一种浪漫的情怀。艺术创作需要源源不断的灵感来呈现美。而胡松他们用科技呈现出的这种美，或许也需要一种力量，一种源泉。像这款呢，就是我们现在给这个主要应用于投放和投送。这款是在这个展厅里好像看起来是最大的一款。对，因为它的载重量是最大的，它现在能做到40公斤的一个40公斤对载重量。我们比如说有在山区啊，或者是有在这个抢险地区，它需要有医疗物资、通信物资等等，都可以用它去进行投送。这种呢，就叫做垂直起降式的固定翼的这个飞机啊。这款它飞行时间能达到多长时间？大概能飞到2个小时。2个小时。对，这款飞机呢，主要应用于这个3维建模，然后测绘、拍摄等等这个方面。比如说有这个应急事件，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直播。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就是不能把无人机当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拍摄的工具，因为它的最终的属性呢，它是要帮助更多的人群去满足他日常生活的一个需求和需要啊。它能够作为一个空中的机器人存在到这个科技的这个前沿上面。从代理和销售开始，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初创型的到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呢，我们还是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产品啊，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研发的这个东西，属于我们自己一起飞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个我们自己的研发团队。从代理销售到自己搞研发，胡松说他们想用自己的科技技术为更多的人服务，创造出一片天地。我们是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在城市的各个节点或者是各个主要的这个接路，我们都能够布设好一个无人机的一个停机场啊。这个飞机呢，就不需要人到现场去再让它起飞降落或者是执行任务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无人机的指挥中心，在电脑上面让它自己起飞，然后设计好这个任务，它自己去拍摄，然后呢这个做完任务之后呢，自己回到它的这个停机坪去充电，去传输数据，我们人在电脑面前就可以去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的，就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在大型的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像货物的一个运输，我们用无人机呢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或者送到你的楼下，这个效率也是非常高的。或者是说我们如果在大型一些的呢，比如说载人的汽车啊，现在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汽车上面加上无人机的这个翅膀，那它就能够解决城市拥堵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咱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吗？对，我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不断努力呢，能够
加入到这个未来快速发展的这个轨道当中。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技型的公司，或者是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方案，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应用到这个无人机，能够使这个无人机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这次学习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悟吧，走进这个数字产业园，然后走进这两个企业，他们对于高质量发展都有自己比较深入的一个理解，能感受到他们的一种梦想吧。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那我们吉林省呢，也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的这个新的征程。那我们吉林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高质量发展的这些新要求部署，我们就需要高质量的去发展服务业。高质量的这种服务业为我们新战略、为我们新动能注入强大的动力。你在敬业数字产业园所看的这两个企业，实际上就是这些大量的在服务业当中创业创新的中小企业的一个缩影，它是我们吉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一个典范啊，也是隐形冠军。那么通过他们的这种对技术的研发、对新产品的开发，来赋能我们的产业啊，工业呀、农业呀，来赋能我们人民美好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体验呢就更加的美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它离不开这些创业创新平台的搭建，离不开创业创新平台的优质的服务。因为国民经济当中的像工业呀、像农业呀，它都需要科技赋能，而我们的服务业从事软件的开发，从事信息技术的研发，又把这些研发的成果在我们的农业、在我们的工业当中进行转化，结构不断的升级，产业结构不断的调整，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产业的创造价值的能力就更大。你像这个我们仪器，从2018年之后呢，仪器进行自主研发，那这样的仪器的整个的产业链就提升了。实际上这都需要有高端的服务业呢为他们做支撑。那包括我们吉林一号的这个卫星，实际上它也是通过这种高端技术的这个研发来打造我们吉林省新的经济增长体。所以这个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对于我们整体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非常的重大。另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这个期待啊，也是我们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内在动力啊。老百姓希望有新产品、新技术，有新模式啊。那么这样呢，我们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可以提供这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让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有更多的更好的体验。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关键，也是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领域。政策逐一落地，企业爬坡过坎儿，城市飘来烟火气，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正一步步从预期走向现实。据统计，前三季度吉林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半年提高5.3%。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5.6%，前三季度规模以上服务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8%，连续5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季度同比增长22%，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成绩的背后是吉林省以服务业22项重大工程为抓手，统筹推动服务业各项工作的扎实举措。随着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吉林省服务业发展将迎来更大市场和更多机遇。出发吧。